就这样玩。南投竹山高中曲棍球好好玩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今天我们运动就这样玩。当然来到这个地方，一定要跟曲棍球相关的嘛。老师可以带我们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呢？是从这边出发，然后到前面的标志锥，然后绕回来，再交接，交接给下一棒往前走。接力赛 ，OK， 目的就是要让同学不会的人，对，不会也能够融入在这样的运动，然后培养整个团队的默契，以及在带球的过程当中的速度敏捷，都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可以展现出来。是，那比赛是马上开始了吗？马上开始。跟低一点点，带着他跑。对，跟低一点点。对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去做准备。对，好，很好很好很好。虽然你扫地的姿势，但是还不错。加油加油，快点！对，谁最后一个？好，加油，快！我们快赢了，加油，快！好，挡住，走 ，Go， 走，快，出去！快快快！加油！哎呦，这厉害哦，这位！耶耶，好，好，我们第一名是男生队。耶！在过程当中，刚大家都说他没有玩过，可是我看还是有些人比较相对有些技巧性。OK， 今天谢谢老师教导我们这么好玩游戏，谢谢各位。谢谢。